年，仲华家病了，病灶之深，令人痛心。无数亲们用了许多办法，想要拯救他，却都未能如愿。那年，虽手握寥寥星光，却也压抑不住我们内心赤诚的热血。为了创造一片新天地，我们在此宣誓，为了种花家的人民不再流离失所，为了种花家的人民未来富裕幸福，为了让天下的穷人不再受欺负，当家做主，为了人人都能受教育，少有所教，老有所依，为了种花民富国强，为了民族再造复兴，我愿意